在乡长及乡民代表共同来升起气球下，宣告东山乡立幼儿园的“属你最幸福”欢乐围炉假板豆以及年货大街系列活动正式展开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个个都是兴高采烈参与幼儿园年货大街市集，有印红包袋、打弹珠等游戏等应景的年货摊位，而乡长贵宾也参与艺术春联创作，充满浓浓的过年喜气及气氛。提早让我们的小朋友来感染过年的气氛，也让他感受一下我们过去啊这个传统的一个年味，让他们有一个干嘛点的感觉，让他们过一个愉快的新年。那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小朋友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，等一下还有福袋的发放哦，所有他们的弹珠台啦，还有卖一些干嘛点的一些活动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过年的一个气氛的一个氛围。东山乡立幼儿园希望借此让孩子来体验传统的文化习俗，一同感受浓浓过节的年味，并且一起围炉吃团圆饭，象征乡立幼儿园这个欢乐的大家庭有着数不尽的幸福。新年快乐！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